我抗日没有罪，要死得光明正大，不能在背后挨枪。就在我的眼前开枪吧，我要亲眼看见敌人的子弹是怎么把我打死的。我灾难深重的祖国呀，你快强大起来吧。现在像您这样的年纪好像很少有人会这么危险，也很怪，就是原来就是反正逼出来的，就是自己有的时候在澳洲见到达奇有时空错乱的感觉，老板他的脸和声音让人回到革命战争影片中，你自己都要学，你把电脑我觉得也其实也没什么。现实中的吉鸿昌已经移民澳洲很多年，现在喜欢制作纪录片，在自己家中建立一个工作室，大货都输进去了。一共拆了多少盒袋子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，十九盘。多少分钟？这180分钟。这是原始素材袋。原始素材袋。19盘180分钟。嗯。是吧？你看这鼻钻的故事我已经列上了。这个还没有拍呢。对，那才拍了一点，就是。他就是就像你这么访谈似的，就是叙述他自己心情时候拍了一点的。这片子这么多临时的，将来我要好好做一个三维，做好的临时打个字幕先弄上。那么我经常关注中国的我的同行们的动作，那么现在他们有一样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栏目，那么反过来也应该叫中国了解世界，就是我们身在海外的华人，特别是搞影视的华人，有责任有义务把海外的一些东西记录下来拿回国去，也叫中国那么电视观众我的同行来了解世界。这个想法以后呢，我就构思了一个，就拍一部澳洲情。澳洲情就是在我这样的想法还有这个基础上产生的。有个小孩的妈妈，就是她到澳洲来以后，她也有她自己的审美，她就自己给自己打一个鼻传，这个鼻传引起了，真是好像这个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丈夫的朋友的家庭的，好像她说你这是好女人还是坏女人。哎，我看这个你跟踪我倒不错，这个你我想是很别致的。自己扛着气受不了吗？哎，我你看我一直拍还挺稳的，也练过一阵，就拍过好多东西。纪录片有时候自己拍到我觉得倒好，因为你自己知道现场那个导演自己，你摄影师有的时候和你想法不一样，他不一定按照你的意图来弄。那您老了，看您那个吉鸿昌的时候还年轻着呢。那当然，那什么年代？还真是，这多少年了，模样没变了。笑还是那样，一笑。那什么年代？就是这个鼻钻，这个鼻钻呢，就是这个，我就想把它将它编成一集，看看能不能够一集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这咱们大陆来的背景，包括亚洲来的背景。那么很多朋友来了以后，到西方以后，随着生活的演变，随着观念的不断的变化，都会产生一些，包括审美呀、包括价值观念呢，都会改变一些。那么这样呢，就通过这个呢，我觉得会引出很多。原来那天王丽讲起这个，哎，因为
搞艺术的人就经常就会产生一种灵感，一下我就激发了一种这个，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一个，因为拍澳洲情，这也是一种情感上的变化，一个题材，一个很好的题材。嗯，那么这个片头呢，我就想构，那后来我就构思一个很自己很满意的片头，就是将来我拍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湖。嗯，这个湖呢，完了以后呢，扑咚投一块石头，石头进去以后引起层层的涟漪，层层涟漪当中我就叠印一个头像，就是王丽，不叫小姐了，王丽夫人的头像，从这个涟漪叠出来，叠出来以后那个涟漪逆光拍还带那个闪光的，然后镜头推成一个鼻钻，鼻钻挪过一点，然后就是鼻钻的故事。现在第一段先拍，你征求他意见。咱们现在等于是要把这个事儿重新演一遍。对。那他们都不是专业演员。没关系，他们会，你看方才你没进去，你都不是呢，就是他们计时的，因为现在就是我可能全一点，可能右边点，因为他已经钻上了。但是因为我理解，就是说，如果计时的话呢，如果事情正在发生中，他可以能做到自己，但是如果他是不是专业演员，让他重新再演，我想他们会在线的。敲门完了以后，那个妈妈进旁边，预备开始。吃饭了吗？你们？嗯。啊，归期做了。好好的鼻子，你说这来得动吗？你觉得怎么样？不好。怎么不好了？好好的鼻子，鼻子长得多好，你说来个洞干什么？多难看，这叫锦上添花。那我看你 Michael 怎么了？我回来了，上班了。你还没吃饭呢。好，开始。 Michael 下来。 Michael 呢？在楼上呢。吃饭了吗？还没有。没有，等你呢。等我在干什么？等我做饭是吧？鼻子上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鼻子上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我说的做一个小洞，看，就是这样的，这么一点点。以后还可以换成比这再小的，我喜欢还小的。你明知我不喜欢，你还做了是不是？可是我喜欢呢。那你就别回这个家了，你自己想办法去住吧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你自己想办法去住，别住在这个家了。我想什么办法去住？那好，你拿钱来，我去住宾馆。我走，现在走，给我钱。你自己想办法，跟我没关系这个事。你是开玩笑的还是认真的？你说我什么时候开玩笑过？这个事从一开始我就反对过，是不是？难道就因为现在有了家庭，我想做的事情我就受到了限制，我就没有这份自由了吗？连这一点点自由都没有了吗？行啊，你有自由啊，那我今天晚上就睡在那个车库里边。如果你要不想去宾馆，什么？睡在哪？去车库里边。你真的这么绝情？谁让你，我跟你说的这么严重，你还去做呢？因为咱俩都是成年人，你有你的想法，我也有我的想法呀。而这个想法跟这个婚姻，跟我们的关系，简直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。只是这么一点点小的东西，能至于影响到婚姻家庭吗？所以我现在我真的很激动，知道我又生气我又伤心。你因为这点小事情你能够说出来这样的话，而且这么绝情，我还跟你问你是不是开玩笑，你说不是，那只能说明当初我认识你的时候，是不是我把你也看错了？如果这个婚姻接着坚持下去的话，因为一个小钻的原因是，而且这个不是，我没有出原则呀，没有出格，没有。好，基本上都有了，又回来了，又收回来了。嗯，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太长了嘛？不长，就是两面，我就两面选择精华，正面反面都有了，非常好。哎呀，好。非常好。小钻都看得清楚，当时好像刚做完时还红红的。嗯，这个真的是跟我刚做完的时候一模一样的，也是这样红红的。
后来呢，就是这个演得很真实，再后来就眼泪都流出来了，没有点眼药水，呵呵，真的。他的眼泪像流水一样，想流就流。你拉倒吧，你别这么讲话。我以前是这样的人，现在我坚强很多了，让我流也流不出来。刚才真的就是很生气呢，我现在还就是那个心情还有呢，还。你是过后又乐了，我现在一直影响我心情。嗯，那从最根本来说，因为我们俩都是基督徒嘛，我觉得基督徒不应该伤害自己的身体。做这个是对身体是没有任何的好处，只有可能的坏处。因为我觉得就是鼻，尤其是鼻子这一块是最危险的地带，医学上叫危险三角区。你在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就是很容易感染，一旦感染上就不太容易好。而且它是有鼻炎的，本来它有什么鼻窦炎啊什么的，所以就更不应该去做这个事儿。所以我从这一点来说是强烈反对的。另外的话就是说，作为基督徒应该要给人家一个榜样，就是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呢，人家会怎么看你的。那我现在可以问你一句吗？如果当时那一天我真的就走了，那怎么办？后面会是发生什么事情？你走哪去啊？你也没地方走啊，你走哪去啊？你就是因为这点认为我没地方走，所以你就认为我是依附于你的，所以你不没有我的自由，没有我个人的空间，没有自我，我的想法没有。不，刚才你也说了嘛，刚才采访就是录的时候你也说了，说就是因为什么你这么反对，就是因为你说的话我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，没有看，没有考虑你的意见而做了。那我说的，那我难道没有自己的自我吗？你可以有自己的自我，但是我觉得要做的事情很多，那不应该在这个事情上花时间与精力。现在你假设一下，不管我有没有这个能力，就是当时就走了，就假设一下我当时就是真的走了。你当时真的走了，那会是怎么样？还是会把你找回来的吧。你不是跟我离婚吗？别进的家吗？现在应该拥抱了，他会把你找回来，你还不拥抱他？这么好的丈夫，没感觉了。拍完以后要把它摘掉，他说要摘掉。有交易的，这是条件。这可以说是，我接受的条件，接受的一个重要条件嘛。那如果要是真的拍完了，我也没有摘呢，你会不会很生气呢？那会继续生气，还会就是继续给你闹别扭。他是诚心给我闹别扭，我拍完，我就是做完这以后的，生活中每天就这些事情，没有什么嘛，本来是和和美美的嘛。他诚心找茬跟我闹别扭，而且跟我明明白白的说了，如果你不把它摘下去，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好过，就他的原话，一会儿你都可以表现出来这些话，他自己说的。行了，好的，麦克先生，我想提一个问题：如果他继续不摘下去，您会转变吗？他继续不摘下去，我觉得我很难转变，我会继续鼓励他去把它摘掉。如果他实在摘不掉，那就是只能说顺其自然嘛。多少会影响我对他的看法，但是不会根本上改变，就是说这个家庭的结构。谢谢。时间还会发展，情绪还会继续，这就是生活，挺有意思。但是我祝愿你们还是非常美好。再恩爱的夫妻，双方都不可能100%的满足对方，每个人自己心中都有一个空间，应该给对方留一个这个空间。双方都留个空间是人的一种成熟。习惯是爱情的死亡，就是你那个时候，所以你能有激情，你能有激情。人会生活，就是不断的要保持这种激情是很难的事情。在西方，你别看有很多值得我们东方人学习的东西，他就说他到60岁了，他还浪漫，他还会保持那个，还会保持你们。达奇在生活中更像是一个爱情问题专家，甚至是你很累。他说自己生命中最精彩的片段都和感情有关，酸甜苦辣的都有。最痛苦的要算文化大革命，
我人生第一次被打成苏修反革命分子、苏修小特务，戴了这么多的帽子，然后就关在牛棚里面。当时呢，就是有红卫兵负责我的案子，是叫三司，就是北航的，北京航空学院的，非常有名的。那时候这个红卫兵也就18、19岁，我也比他大4、5岁，都是这么好，他天天拿皮带打我看。后来我就想，我就要征服这个女红卫兵。后来每天打完了斗完了以后，哎，我就给他写条子，我说其实你打我，但是我觉得你每个鞭子里都充满了柔情，虽然我很痛，但是闭着眼睛的时候，我看你一双少女的眼睛，红红的脸庞，白白的牙齿，特别你的嘴唇粉红色，那么吸引我。我说但愿这封信你不要交给你的上级，这是一个罪犯的自白。我说任何一个男性都有向女孩子表达他自己情感的权利，你可以不接受，但是你不能够责备他。好，他既然把我这个信给军宣队领导看了，大斗我一场，打完了以后回去以后遍体鳞伤。我一想，既然这还给他写信啊，既然这又给他写信，写信我说我现在向你宣誓，我要征服你，我相信做一个大男孩我会把你征服。我说实际上我们是征服，你在征服我，你用毛泽东思想、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来争取我、征服我。其实我不认为你是对的，我要反征服，我要征服你，首先把你征服到我的怀抱里。现在这封信就是宣战，我希望你第二次、第三次送瘟神，只要我有一口气，我不断地给你写信。又给他写，好，他收到这信，第二封信他没有报告，开始有点动摇了。一直到最后我解放，那时候叫解放，念毛泽东思想语录完了以后，解放就宣布无罪了。宣布无罪那天，这个女孩子开她爸爸的吉普车，她爸爸那时候刚抓去，家里还有那时候一个北京吉普车，很威的，不像现在小汽车，就开个北京那种吉普车，叫什么20什么的，然后接我，把我接到白桦林，他说你转过身去，我要用特殊的方式来庆祝你的解放。我就转过去，他把车停到那儿，白桦林的野外没有人，大概等几分钟，他说你转过来。我一转过来一看，在逆光下，一个赤条条的一个女孩子的身体全裸，张着两个背膀。他说你什么话也不说，他说你过来，叫我们来这样一种方式，一种叛逆，一种反抗，他说我们共同的来征服一些东西。我跑过去，全身都颤抖，拥抱他，没有任何欲望，我觉得他无比的纯洁，无比的高尚，一点点那种肉的欲望都没有，我崇高极了。然后我说你穿起来，整个我心都发抖，浑身都发抖，眼泪都流不出来，穿上衣服抱在一起，眼泪才下来。这也是真实的。本来以为一个曾经风光过的演员晚年会是寂寞的，达奇的生活好像并不缺乏新题材，在墨尔本的华人圈里，他仍然是个名人。现在，关于他的新闻和一个墨尔本当地华语电台女主播有关。他们俩决定一起创作半自传体的电视剧，结果引起当地华文报纸的连番炒作，被称为100%女人事件。他是怎么跟你描述他的那个设想？哎呀，我看了序幕以后很震动。就是讲男女作家在十二门徒石，站在那个十二门徒石上，有各种喧嚣，各种人们的
不同的评论、批评、赞赏、欢呼，奚落什么，前面所有这些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赤裸裸的，在早晨，在晨曦，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那么站在那十二教室上，旁边就是沿海的公路。嗯嗯、啊，沿海的公路呢，站满了各式各样的人，这当然是夸张了，做一个片头。那么他们俩呢，就是女的，各方面人实际上人到中间，男的都是很健美的两人，在那个太阳一点出来逆光下，用不同的角度来拍，但是都避开了那个三级片，避开了要害，在要害当中都是飞机上航拍大全景，但是他们没有语言，他们只有心声。他说我们站在这儿，是默默的举行一种仪式，我们俩想写一本东西。他说我是一个作家，男的说我是一个作家，但是我还没有写出一部在世人轰动的引起轰动的作品，我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能引起轰动，当然轰动并不是我的目的，就是我倾心的全神贯注的花了心血来写，我希望能赢得广大读者的心，能使我的意图能引起了一种强烈的反应，能使引起一种震颤。女作家说心声，她说我虽然不是一个作家，但是我可能写完这部作品就成为一个作家。我说可能你成为一个很好的作家，就是心声。这时候太阳慢慢的升起来，升起来了以后平行的身后的影子很长很长，那么沿海的公路上，在这个影子里面打出这一部电视剧。沿海的公路上站满了各式各样的人，各种民族，各种肤色，各种年龄，有吹口哨的，有喊好的，看两个裸体搁这儿不知道干什么啊，就那，然后这个影子像探照灯一样哈横扫，用电脑三维空间做一个横扫各式各样的表情，然后这个影子一个变化变成一个片名身后的影子，啪副标题。刚才你很受触动，我经历中最精彩的情感片段。我当时思想斗争很厉害，可以说是很触动，就是因为两个裸体，一男一女两个裸体赤裸裸的，这个跟我本身的思想跟和我平时的做事风格是格格不入的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有触动。我知道这个片子会很叫响，就是因为它很吸引人，但是这个又跟我自己平时处事风格不相同，因为毕竟是一个社会的知名人士，做这个社会等于是国家公务员吧，这么长时间了。但是我应该坦白的讲，还是大哥本人的魅力还有他的这个创作的激情让我受了感染啊！我相信他会成功，这可能也是一个因素。胡梅是澳洲国家民族电台的中文主播，太平绅士，在墨尔本的华人圈中颇有影响力，因为决定和达奇联手创作半自传体剧本，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部分个人感情经历，引发当地华语媒体炒作，也因此导致达奇和胡梅的一段情缘。最早的时候有一个悉尼的施国英，他写了一篇文章《二八论》，他就说到西方他嫁给了洋人，嫁给洋人以后他就觉得洋人在性子上是八十，比中国只占二十。他是说在洋人床上的功夫，对，十个人当中有八个是精彩的，精彩的，有两个马马虎虎。那华人呢？华男啊，就是说，只有两个，十个男性里面，两个马马虎虎，十个全不行，全不行。所以这个就变成二八了。当时就引起了全部的围剿。他这个事件出来以后呢，又把这个重新掀起了，又跳出了一个胡梅，比二八论还二八论。他说和西人先生做爱才是百分之百的女人。这句话实际上不是我说的，这句话实际上我没有，从来没有讲过、这个。他们查录音带查什么？这完全是编辑强加上去的。这个事件精彩，这个事件当时整个的澳洲是华人社会，西人报纸也有过报道，后来大陆都传过去了。我曾经想过我不再写了，因为百分百事件对我的冲击太大了，甚至影响到我的工作，影响到我日常的生活。这个我就感觉到这种牺牲太大了，而且我这个牺牲没有别的目的，只是为了他一个人。因为我刚开始我就讲清楚了，如果我们能结合我才会写，如果我们不能结合我不会写的，我只能告诉我自己最心爱的人。胡梅很坚定，然后你好像有点模棱两可是吗？现在已经逐渐的
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。原来我是一种若即若离，就是好了，我们就是三合一的伙伴，百分之百实践完了以后，我们也还是三合一的伙伴，站出来，不一定走向婚姻，也不一定组成一个家庭。在这一点上，小妹倒是主张组成一个婚姻，对，组成一个家庭。我经常说，我说这个家庭就是我跟你说，不一定有幸福，婚姻也不一定有真爱。从女性的角度来讲呢，你一旦和归属为一个人以后的话，你就你的一生就已经确定了。我也许是很传统，尽管在胡梅事件里面炒作成那个样子，但实际上我的思想是很传统的，就是说你这个人，你的身体和灵魂应该是属于一个人。我既然向你这么坦白赤裸裸的讲了的话，那我一定是跟你走到底了，我才会这样做。大家都坐。达奇和胡梅联名开设了一个表演训练班，来学习的都是一些有志于演艺事业的中国孩子。今天大家有这么一次机会，第一个先由胡梅老师给你们上那个主持人和语言课。那么我先说复活节快乐吧，因为今天正好是复活节，对吧？而且你们又放假了，我们上了这个语言课、播音课还有主持人课，那我们今天呢就等于是把这些课程呢再来复习一下。首先这个是语音当中的最重要的东西，你们每人都拿到了，我们是不是大家都站起来，站起来把声音放出来，舒展一些，然后我们好好的来读一读我们语音课学到的东西，看看你们巩固的怎么样。合口无开口合波歌安声，口鼻昂迎中庸声，咬紧字头归字尾，阴阳上去即变声，循序渐进坚持练，不难达到纯和清。啊，很好。好，下面我们上课开始。第一个检验的小品是负心人，好，请婷婷同学来自报家门和报幕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是唐一婷。我表演的小品叫做《负心人》。那不行，就是你面对着是大概就是很真实的20多个观众，不要乱看，有视点，是吧？平均视点。另外要体型、风度都要注意，太松散了，是吧？预备，开始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唐一婷。下面我给大家表演的小品是《负心人》，时间是现在，地点是澳洲美院宿舍，人物是我，我是一个23岁的国内小学教师，故事情节是。演戏的演员经常会出现人戏不分，您演的很多角色都是那种很正面的英雄人物，你觉得会不会因为你演的这些角色影响到你自己在生活里的态度？演员永远不会成为真正角色那样。有一次，就是那是我在读书的时候演了一个片段，演了一个苏联红军的片段，一个苏联红军他的家被一个叛徒告发了，他逃跑了，把他家属爸爸妈妈妻子妹妹抓住以后都给绞死了，就是为了找这个负责人，演我就演着红军负责人。绞死以后他带着这样一种仇恨，战斗当中他就抓住了这个绞死他家的这个指挥官，你想这个仇恨多厉害，一下就把他抓住，怒不可的愤怒的拔出匕首就想把他干掉，但是他一想，何止我一家的仇恨，是吧？应该审判他，是吧？唤醒更多的人们，他就住手了，还是交给军事法庭。那天我请个朋友来看戏，看戏演到这儿以后，那个朋友说下来，他说那时候我叫尼古拉，他说尼古拉，你以后不要做演员，我看你太可怕。我说怎么可怕？他说你迟早有一天你会失手把那个人捅死。我说 No, it's not. 我说不可能的。我说你太不理解演员了。演员不是这样。
是我控制的，明天我还请你包厢看戏，你看我怎么演。第二天他又来了，又看戏，坐那，我又把他找，眼睛一下就扫他一下，对上又回来，接着我还演戏，别的观众都不知道，但是这是演员的不道德。可是我又回来，这就是演，我跟你说，这就是演员的那最细、最细腻、最大的情感，是最大的控制出来的。事业最辉煌的是什么时候？事业最辉煌的时候，应该说是我拍《金昌》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我已经40出头一点，比较成熟了。81年。弟兄们，大队民众抗日同盟军已经正式成立了，10几万人马已经集中了。为了救国救民，抗击日寇，我带领你们打进步。作为一个演员，有这样一部好的剧本，这样一个好的情节，好的人物，是吧？全身心的去投入，争取都争取不到，非常珍惜的一次机会。所以那时候，哎呀，去体验生活，特别拍监狱那场戏，大家几个蹲监狱里，我们每天进棚了以后就是在那儿待一天，有时候提前去感觉那一种。不拍戏的时候，景搭完了以后，哥几个就进去，在监狱里吃饭。就是感受那种气氛，所以那时候人的精神状态，那个抗日战争那种精神状态，那种体验，就是文化大革命，因为都是搞高大全，三头出，把每个人物都是搞得很高，架大空，一下就按照历史人物的，按照性格的规律，按照历史的真实去搞。那时候苦啊，就不像现在有什么稿费，那个马靴里面全是水下的，马靴都脱不下来，拍一天戏，每天晚上去喂马。每天晚上自己去喂马。奉蒋委员长电令，即将季鸿昌在北平就地枪决，立即执行，不准起诉。是他当时写的。我是为抗战死的，死了也不能倒下，我得做出。举枪吧！你们这些不中用的东西，还没等我们动手，你们就害怕了吗？给你们主子争点气，把枪捡起来。起来吧！
相做。大哥做饭做的比较多，因为我平时上班挺忙，我都觉得不好意思。现在我们俩是反过来的，他是先生，而且他饭做的特好，我是太太，特香。我经常在家做太太，哎，有时候等着等着一看，哎呀，煎熬半个小时了，火车还有两站才到站，经常会受煎熬。咋？就是在今后30年内，30年内，就是澳大利亚的结构呢，就变成，因为老龄化很严重嘛，那么就变成一个人的家庭占差不多一半，两个人的家庭也占差不多一半，两个人以上就带孩子的这种家庭呢，只有10%左右。所以可见呢，就是以后这个单身族越来越多，还有就是走婚族，就像我们俩就属于走婚族，走婚了一段。不知道中国在中国大陆是怎么样？也许，大陆这个走婚族是不是也挺？怎么叫走婚族？走婚族就是先生太太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工作，不同的位置。嗯。然后呢？然后每个礼拜几次，大家周末的时候，就这个礼拜二、礼拜三到我那儿，那个礼拜五、礼拜六到他这儿，哎，这叫走婚族。现在这很多。这大概也是属于一种时髦吧。不过你叫他叫大哥哈。啊，对。他本来姓达，我应该叫达哥，不过叫达哥还不如叫大哥方便。那我叫胡梅，他本来叫我小梅，叫小梅还不如叫小妹呢，所以就变成大哥小妹，好像很自然。这最简单的速成品。嗯，你以前看过达喜演的电影？那当然，很小的时候，那还是小孩儿、小学生的时候就看，独立大队呀、啊，该吃饭了，吉鸿昌啊，那个时候我跟他离得，后来我跟他离得那么近的时候，我简直不敢相信呢。哎呀，我觉得我这小的时候在银幕上看啊，那么远的距离，现在离得这么近。我拿了筷子、勺子都拿了。哎呀，我这大哥是，明天呢，先是，11点他们来看房子。尽管已经进入晚年，达奇的生活态度很多都很新潮前卫，比如，他认为走婚比同居更好。但是在胡梅的坚持下，达奇也做了调整，他们已经租了新房，准备搬到一起住了。镜子、衣服。It's an upstairs and this side. You can see the windows. We don't want to take one in. It's upstairs, right? 是啊，搬新家总要有一些新的东西，表示新的生活。放卧室也行，也好。嗯。好的。嗯，添置一些新的东西。是啊，就是现在我们搬新家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，就是我们俩到一起了，真正的结合是吧？早就结合了，不是真正的结合。那还是有一个新的阶段吗？对。You keep this. We should go 1.5 just to be sure. 这是最后一次搬家了吧？没有，还要搬，明年该买房了。将来看一处，再买的房子再看一处，就是大概再来的时候就固定，哎，就固定了，再搬不动了，也不想搬了。人会生活，就是不断的要保持这种激情，是很难的事情。时间还会发展，情形还会继续。这就是生活。